国国家卫生基金会 NSF 在75年前成立。由嗰阵开始，我哋已经成为全球领先，以人类健康为福祉，致力于获得产品认证同制定产品标准嘅供应商。水入面嘅污染物可以导致各种疾病，包括重金属中毒同埋细菌或者病毒感染。NSF 嘅使命系保护同改善全人类同地球嘅健康。当我哋对家居净水处理系统进行认证嘅时候，会用三种主要方式嚟测试呢啲产品。其一系测试产品嘅构造物料，其二系测试产品嘅耐用性，最后我哋进行污染物过滤测试，验证产品系咪可以滤除制造商声称可以滤除嘅污染物。过去40年 ，NSF 为安理认证咗好多产品。eSpring 智能净水器嘅独特之处，在于采用 UVC 紫外线 LED 灯技术同活性炭嚟滤除饮用水入面嘅各种污染物。安理实际上系第一间通过 NSF 认证，采用 UVC 紫外线 LED 灯，符合 NSF ANSI 第55项 B 类杀菌标准嘅制造商。如果你在产品上看到 NSF 的标志，你可以放心，它已经通过了 NSF 认证，有效滤除饮用水里面有害的污染物。